这个是什么啦？那是什么？莲花吗？还是荷花？小蝴蝶飞呀飞，好漂亮！小瓢虫爬呀爬，吃树叶。小鱼儿游啊游，跳起来回海里。船在海上飘扬，大太阳也喜欢。小蜗牛慢慢爬。找食物，蝴蝶小蝴蝶宝宝飞呀飞，讲完了。你可以按下那个机关，他很喜欢听那个声音，他听了会笑，我记得。等等，这是什么声音？哥哥带你的手压压看好不好？那个啾啾啾的，是谁压的呀？真的压的，是谁压的呀？脚脚可以哦，哥哥也可以啊。然后他想自己去弄了，彤彤，他想自己去找了。哦，你是要咬哦？没关系，本来就是给你。对，这个本来就咬咬输了。拿不到，好近，好可爱，好可爱。我也要一起。啊，你们一起，兄弟一起。哦，彤彤，你有没有闻到味道？你闻一下他屁股。我的颜色都看到了，我的那个颜色都看到了。好，爸爸救，爸爸救。